本局在2月14日的凌晨哦，接获通报，本辖市夜市某射气球摊位哦，遭多名男子持棍棒哦，凶狠砸摊哦，然行径哦嚣张。我们接获通报后，立即启动快打部队抵达现场哦，并调阅监视器来厘清案情哦。那我们经查哦，因为被害人哦，他之前哦跟这个犯嫌的有人是邻居关系哦，因为在去年11月因为停车位的纠纷哦，然后这个李姓的民众哦多次遭哦这个邻居及这个李姓的犯嫌哦殴打恐吓哦，并且经提告在案，那双方素有嫌隙哦，那我们经获报后哦立即深入调查哦，并且跟我们这个松山分局组成专案小组哦，然后向市林地检署来申请这个拘票哦，然后在昨天全数拘提到案，一共查缉6人到案哦，并且查扣这些棍棒还有犯案的衣物等证物哦。那我们经初步了解哦，这个李姓犯嫌哦，他我是那个松山区某公庙的堂主哦，他平日跟这些朋友小弟哦，都是这些公庙的八家将跟干部哦。然后当天犯案时哦，由小弟哦全程专责哦录影，并且犯案后立即上传哦个人的一些相关的网络社群软体哦，行径哦嚣张哦，不无法纪哦。我们全案哦依这个聚众斗殴、恐吓及毁损的罪哦，已送市林地检署侦办。